这么快有人追你啊！哎呀，锻炼一下身体。你好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王仕途，那天在找完县公安局，我们见过，他是我们刑警队的小赵。你好，我们正准备去你家找你了解些情况呢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方便，走吧。 小杰，你饿了吗？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？